群传七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三国群传七》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明年的一月份，《三国群传八》就要上市吼。那我想说，趁最近比较有空的时候，来玩下七吼，来复习一下，这样子明年初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入状况。好，那我现在先登录武将好了，先创一支武将自己来玩哦。OK。这个界面好，先取名字，爸爸。名字的话叫超人，那字的话要叫什么？好人，好人，叫好人，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 ，OK， 那再来是骰这个点数啊。点数的话，我想要玩武力高一点的哈，武力高一点的，一夫当关那种感觉。重新配置，武力最高可以骰到多少？95哎，好高哦，往上点呢，不能点哦，最高就95。那生命135不知道高还低，没关系，现在武力最高的哈，算不错。那智力的话就给它点满，就给它点满。好，那接下来下面可以选择造型，换一下造型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我的造型，还比较帅的哈，比较像爬的。哎呀，这个都丑丑的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金光闪闪的不错哦。哇，好帅啊！越后面越帅哈，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玩七的话，可以从后面开始选。我想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好了，这个蛮酷的，蛮帅的，38，编号38。好，那接下来右边的话可以分配点数啊，有八点可以分配哦。那有武将技、军师技、特性、兵种跟阵型可以选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点的话，你就会消耗一点。好，八点让你去分。我想一下，我要分配什么？这个是武将技，武将技有什么比较帅的吗？洞血魔刀，祝融烈火攻。洞血魔刀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威，先点这个好了，先点一个。然后军师技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。巨鹿角、地雷、地钉，好像还好哎。往下面选可能会比较好。这个也一般般的，我感觉好像军师技没有什么用，先不点好了，先不点。特性，决斗，单挑使气力上升速度较快，这个机会不知道高不高。这个消耗蛮多的，4.7速，加快移动速度。我看一下下面比较好的，下面有不错呢，飞鹰呼唤，先这个可以召唤飞鹰哦。如果说你是主将的时候可以召唤飞鹰，先点这个好了。还有两点，还有两点可以点什么？兵种，兵种的话感觉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因为我记得我以前都是主要是在放必杀哦。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在玩的时候，主要都是在放必杀，但是这边好像没有必杀可以选，阵型应该也不重要。我还有两点呢，我要选什么？刀诀、枪诀，熟练度可快速提升，这个感觉一般般，因为熟练度到最后还是会到点哈。我把武将技点掉好了，武将技没有什么用，我点这个猛虎跟飞鹰好了，两个特性啊，这样子的话我在打的时候可以同时召唤飞鹰跟猛虎。好，现在变更肖像哈，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合我的形象。好像都蛮奇怪的，这个就蛮帅，这个是诸葛亮，有没有比较温柔儒雅的？温柔儒雅，哦，好难发音啊！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幻想三国志吗？那个好像形象怪怪的，到这边就好了。这个是披着老虎头的，不知道是谁哦。这个好了，这个看起来有点慵懒，也蛮适合我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子登录。返回，好，再来征战天下。从黄巾起义开始好了，从黄巾起义开始哈。西元184年，时值东汉中平元年，灵帝无能，朝纲不正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太平道人张角号称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啊。所以那时候开始就一堆奇奇怪怪的人，就是创立了自己的国家势力，开始来打架哈。好，确定从这时候开始好了。那接下来我要选君主啊，君主所属武将，怎么没有我自己新君主哈？好吧，超人，好，下一步的话是要干嘛？下一步要干嘛？选城池吗？我要选热浪好了，偏远一点好了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被打，会不会太偏远？还是选庐江？庐江的话好像不错哦。这里有会稽好了，会稽也蛮偏远的，而且离台湾很近。
好，九府将没有啊，好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应该 OK 的。那颜色的话就选蓝色好了。难度的话当然选困难啊，选简单的没有挑战性哦。四色武将就只有一只而已，所以就四吧。去选事件是否发生，是决定。好，接下来要干嘛？我把这个点掉之后，时间就开始跑了哦。好，先点这个。那先要干嘛哈？我先看一下哦。征兵好了，先征兵。征兵。好，离开。然后时间开始跑，应该就开始征了吧？现在总兵力20。出城好了，先出城去打架好了。现在就开始打架。军团最大征兵，30人。好。我军即将自会稽撤离，是否吸出全部兵权及俘虏？确定。时间暂停啊！现在时间暂停。左键点确定此路线，右键取消。取消。好，我怎么移动？好，我先直接来这边打好了。这是谁啊？严白虎啊！就打严白虎好了。左键确定此路线，左确定。好了，开始走了吗？我在这边，我的其实是霸，先摸索一下怎么玩，是否攻击无城池，攻击，两只而已，那他是水兵跟强弩兵，好，准备作战，我是重步兵啊，选择计策，这是干嘛的？派出一组冲绳锤，百万位整个热槽点，守城万位使用，要消耗几率20点。可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武将技，我先打看看好了，进入战场。好，宝宝超人治好人，这是言语啊，无间，好，来不及念，现在要干嘛？好，往前冲，哇，往前冲，武将技，我没有武将技，那。这个是主将哦，主将的话我先带你好了。手使士兵的话，先给他前进，就这样子吧。看士兵打好了。那我现在也冲一下好了。等一下士兵先带你好了，我自己往前冲看看好了。因为我可以召唤那个猛虎跟老鹰的样子。卡住了，小兵卡住我了，那我还是要往前跑。那就全兵出局。全兵出击，全兵冲锋，冲锋的话就有哈的声音了。这边是什么？为什么绿色点点？啊，我的召唤物已经出现了哈，我的召唤物已经先在消耗他们的兵力了。那这个言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在那边放大，是不知道干嘛？不是一重击啊，他必须要重击，看起来像一击。现在在干嘛？为什么绕来绕去都不放？我觉得那一招召唤不错呢，可以消耗他蛮多兵力的哦。好，我现在还是无法打他，小兵把我挡住了。没关系，就让小兵去打他吧，他的血兵快没了，剩43兵。严白虎的弟弟严甲，19、13、7，小兵还有剩几只啊？小兵还有18只，17只，好了。狗贼藏到我宝宝超人厉害了吧 ？OK， 哦，这只我打败了，他一次打一只啊，一次打一只哦。准备作战，这冲单挑好了。我严白虎上大将岂能与人手独斗？他不跟我打，他武力其实比我低，他单挑应该会输。冲阵对决是干嘛的？五只小背严白虎敢与本军是较量行军布阵之技巧吗？这干嘛？运筹千军，严白虎犹无所惧，今日岂不敢与汝斗阵？这是干嘛的？不会玩啊？为什么要点这个？不能玩啊，随便啊。开始战斗。等一下，这是在做什么的啊？完全不懂哎。全军前进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都没有点点？是干嘛的？不会玩，
刚刚那个我还知道，这个是新的啊，完全没有碰过啊，这是干嘛的？死定了，我应该输了。所以不要贸然尝试新的东西啊，不懂的东西乱点的话，到时候就让自己输了哦。有什么话到阴曹地府去看阎罗王说话吧。战败啊，输了，等级2啊，获得功勋12，确定。哎呦，哎，没怎么样呢，没怎么样。好，那没关系啊，趁现在再打一次好了，趁现在打一次。我怎么跑在这里了？不要怕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打一次啊！实行春季内政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加武力的啊。附加武魂技，魂石联盟。这关键二我现在其实不太懂，没关系，我随便点一个好了。好，可以点吗？没有办法选择。不是很懂，先结束好了，先结束。好，继续打，打就对了哈。那个东西应该不是很重要吧？是否攻击无生死？攻击！哎呀，怎么他要满血复活了？哎呀，单挑！不跟我打，再单挑。好吧，那就打架吧。选择计策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开始战斗，冲阵布置。哦，好，进入战场。好，再打一次啊，再打一次。我小兵可以往后退吗？我往前，小兵往后好了。可以耶，可以了。我现在前面有召唤一些老鹰啊，跟老虎，应该可以消耗他们一些兵力。哦，那小兵的话我先不用，因为小兵的话已经所剩不多，剩17只，剩17只。这边还有一些工程的东西可以用的，那我基地的话剩33。不错啊，这些老鹰跟白虎蛮好用的哦，老虎啊蛮好用的，这个特性蛮棒的。好，我现在忍我忍在哪里？哦，这是老虎啊，我先提好了。哦，我忍在这里，我忍在这里。跑到前面去了，忘记了，可是我血快没了。好，戳他。哦，攻击好慢，死定了。等一下，我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啊！可恶，他莫名其妙中邪，吓到了。他也追我了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啊，小兵，小兵往前，我往后。好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应该就有机会赢了。好像追不到我，我们跑得应该慢。好，那我现在可以往前了，来拖打他了，拖扁他，拖扁他。哎呀，小兵把我卡住了，没关系，我慢慢消耗他好了。他现在血快没了，没想到他这么强他好猛，他刚刚扩好多血。6，好，打趴了，狗贼强到我爸爸，算厉害了吧。好，惨了，死定了，撤退好了。为什么战败？我不是打赢了吗？哦，大概摸懂系统了，摸懂系统了。好吧，那先玩到这边啦，先玩到这边。哦，我要去顾小朋友了。哦，有时间再慢慢探索好了，看有没有机会一统天下。哦，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啦，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齁。好。拜拜。